渴望吧。这个我觉得我现在反而比较平静。好的，嗯，那我跟我讲一下为什么这次反而平静。因为我总觉得人生啊，我说自己想想，我奋斗了5次，我在立法院不是不认真啊，不是不努力，不是表现不好，但是我5次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啊。如果说真的人生没有这个命了，那我就认了啊。但是如果给我这个机会啊，我一定把过去所有失掉的时间追回来，我把20年当1年那样来冲了，让台北加速的更新繁荣。反正我老师要哭了。